亨兴其实是三代人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六七十年代，奶奶可是手工去做成一顶顶的小帽子。再到后来的话，我们从最早的时装帽，到之后我们能够做鸭舌帽、水洗帽，再到后来我们现在的嘻哈帽。我们恒兴帽业这发展的三十年，其实一直是有一个理念，我们要引导客户去发掘他的需求，并且满足他的需求。也正是这个理念，让恒兴三代的跌宕能够不断地做到这个行业的领军者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自己的定制平台，用我们的平台去帮助更多的客户去实现他们的想法。在这个平台上面，通过行业调研数据、工艺师的设计方案、销售提供的客户深度需求、财务的边际成本数据，可以让客户更加快捷地赢得市场，这是一切服务的初衷。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，公司配备有先进的生产设备，并与国内外多家优质的网商供应商建立了长年的合作伙伴关系。从十几个国家发展到现在全球九十多个国家，近有30000名客户，客户的满意程度在96.3%以上。优质的产品、专业的服务，让恒兴在全球竞争行列中脱颖而出。作为恒兴贸易的设计师，对设计的态度是极致和匹配。我们需要时刻捕捉客户的灵感，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客户完成想法里面所能表达出来的完美的产品。我们会定期收集市场上新进的布样，还有我们根据潮流趋势来研发的一些设计，然后每个月和每个季度都会给到客户。那这样的话会更有助于客户来挑选他想要做的产品，以及我们会给到客户一些设计上更完美的建议。我想着把帽子行业一直延续下去，必须打造一个百年企业。恒兴是母亲，她会有很多自己的孩子，她会有很多不同的品牌、不同的系列。恒兴是一个平台，它会有很多的渠道，它也会有很多的合伙人。恒兴更是一种理念，我们这一代人还要继续的将这种精髓传承下去，让恒兴成就更多人。这是整个时代的跌宕，产品的一个跌宕，包括我们区域市场的一个跌宕，当然了，还有这个三代人的一个跌宕。